匿居喺熱帶雨林裏邊。獵頭族每日穿越最荒蕪嘅叢林，佢哋攀山涉水，深入外人認為最險峻嘅地域，去搜捕獵物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，究竟獵頭族係喺邊度獵頭呢？睇到啦，都係 Cast Five Post 南華早報 Cast Five Post 超越同齊。